杨戬是一名先手突进的半肉半输出收割型战士英雄，且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。被动技能神智侵蚀，杨戬周围敌方英雄越多，其自身受控制时间越短，最多减少 30%。 一技能逆转乾坤，杨戬召唤哮天犬向前冲锋，对碰撞到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同时哮天犬会标记碰撞到的敌人。再次释放该技能，杨戬将冲向被哮天犬标记的敌人发起一次攻击，并造成目标已经损失生命值百分比的物理伤害。如果这次攻击直接击杀目标，还能刷新该技能的冷却时间，建议主加。二技能虚妄破灭，杨戬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并且附带减速效果。如果目标生命值百分比高于杨戬，将会受到眩晕效果。二技能在命中敌人后一段时间内强化普攻，杨戬攻击时附带真实伤害。三技能根源之墓，杨戬对一条路径的敌人释放一道激光，造成物理伤害，同时恢复自身生命值。该技能可以连续释放三次，第三次会同时释放三道激光，被三道激光同时命中的敌人额外激光造成的伤害会衰减。杨戬的连招技巧为二普攻，三三三一一。二技能控制敌人接普攻，然后使用三技能打出伤害，最后使用一技能完成收割。合理利用一技能可以更好的追击或者逃跑。二技能的真实伤害和三技能的恢复效果，使得杨戬在单杀方面更加出众。团战时利用二技能的控制效果，可以帮助队友留住敌人。